啊，家人们，现在我跟我哥哥，我们去把那个我们家今天打好包的那些玉米，那些还有豆角，因为我们这个是花往重庆的哈，老板已经过来了，我们现在把它送过去装大车，走。刚刚我们过来了哈，这里就是一个重庆老板，这些辣椒都是花往重庆。现在我们就到了那个装大车的位置哈，就是前面那个红色的大车，我们把我们车上的那些蔬菜转到那个车上去，川 A 成都啊，成都的车过来拖蔬菜。先把那个弄好嘛，劳烦你们。那个。慢慢装噻。好。走哈呀。你走一下子，我看看那那个。花生的话，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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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有电，但是有床。还有读书啊？来，那得，我明天早上发给他新来噻。我们如果吃了的话，那要去房再去上一个。喊你大伯在那里吃到的话，你明天喊你大伯去在那里。那都不行。那有网有网。玩开心的啊，你喝酒也不亏。他说我打了你了嘛，我是打的不是银行。哥子，我是差不多那段时间的过的边头，差不多是打银行。你打的，你回来就二十斤。那我不要帮我拿，一会儿都没事了。那这个打毛子，要不要一下子五十斤嘛？你慢点。天天花心那就嘛，那你光不动啊？要不要打五十斤？他手腕子打完了，他就不稳了，不稳了哈。我给你打五十斤呢，啊！你早就谈起来，现在床多少了？你过来了，爷爷忙不过，他一早找了打工。二哥怎么样呢？还没好呢，我这要不要一些茶？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下吧，下吧。那就可以，看不出来。
那是没得营养。他们是那个分析那个气的，我看是啊，你气的，我看是啊。目前来说是有点气，好像是。好像是老了的人气的吧？是啊。哈哈哈哈哈。哎，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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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那天，那不能讲到那天去啊，讲胖了一下哈，那个有东西了哈。你不能这样，你这样还东西。那气的话，我真是。我打过胖子，我一样。还行，我上海。我你爸爸没玩过嘛，跟我一样，他不是也不能。今天过年你还记得有没项目？没有，我们过年那儿玩就行了。吃个饭，不吃。那个，哎，有不是冬天那个，好的有。现在放牛干，干的啥？你放吗？放吗？你不吃别的，吃啥？你听话，你要听我的，是吧？我在吃面的哈，这个。那么自己吃的肯定很厉害的。没想过吗？没人有规矩。昨天我看海浪，我看那个菜。那个本身是不吃的，他是偷浪的。稍微老在不吃菜。那个挺贪的。那个是老久，那个我吃过多少？哪一个嘛？你煮那油皮啊，我是吃的多的，我们那叫油干菜，是吧？那个辣椒没得羊皮那些东西，再去吃。你说辣椒是好像是吃什么的？辣椒嘛，要不再去吃一点这样子。我吃的本来就没得菜了嘛。你要问他的，把你整个地了，知道吗？小房子打车。你说那边的怎么样？我们今天反正我看你不管你了嘛，干啥去了？现在什么不流行？那八月份还要啊？还要那时候那个大年嘛。来，不要。他那个大年都带了来的嘛，等我那边看人嘛，到了今天都吃了嘛。你放在前面是一个什么香味？这些都我是你妈喊起给我搬，然后你嫂嫂就给他搬来一点，你收一点，妈，我是捡包不得搬嘛。你不搬干嘛的？那个狗还是还是蛮低一点的。我不搬的。还有那个包谷，它大的搬不下来，后来小的包谷呢，搬起来它就成细了。那捡包谷是搬的，哎，大的还没来，小的搬来的。啊？我找不着。不爱吃包谷啊，他说不能吃。那不就上面去了？嗯。没事，没事，就是搬的。今天我爷爷准备买那个猪肉过来，哎，我二买的过。他买好几斤了？你想上的多吗？今天上两个猪肉，2块一条了，啥的。本来那个猪肉不是搞那个红灯头，把它煮炖炸了，那个锅里炸。下次你得过来吃啊。炸了，这把年炸的是轻的，弄出来焦的都，焦的都有点稀，焦的都有点。啊，几点钟啊？啊，五点钟，那咋办？请问一个妈妈熟悉了变相的原因，原来两人白天去学校帮她抢转转学，发现学校已经成摇摇欲坠，于是他们准备找校长谈一谈。两人打进房间，他怎么不理我啊？他人家打人了，直接就弄，还干什么？把花生的大神扔了出去，两人抢着扔，大神扔了出去。一直留意下吧，这所学校的形象和规矩，学校好好操持，对吧？别忘了，学校的人都给你钱。我心想的光大家都清醒点，看到你是不是去？听到吗？
我看见前儿是说买八斤肉，他妈起码吃了十斤，对这个。哎呀，媳妇儿，你看我说爹，我说你买多少个？买八斤。我说你买八斤，搞肚子肚皮。哎呀，这个他的心思回忆说话。你的钱嘛，两点四千嘛。那怎么的？今天你咋在墙上去买的？你听话，现在你买多少个？你买的一共八斤啊？就是说，打开八斤的盖。我给你把古老的我把它弄来的他是挖的没我们那个工资发的很乱发的就是冰箱买冰箱嘛三两个他冰箱很小的三几万两个他不了都是什么七个人的钱俺这个女婿叫你给他五百块钱